清单 ，OK？ 来看看 NutraView， NutraView 喝来自什么的？补眼睛，补眼睛。Melasol 是拿来做什么用的？柔软衣服用 ，Very OK。我自己本身冲凉呢，我一定会选择用 Sun Valley， OK。我会先用 Dermacom 洗了一轮，再用 Sun Valley 当就是香水这样子用 ，OK。所以 Sun Valley， OK， 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喜欢的味道 ，OK， 就是 Renew Buff Oil。很多人问我这个 Renew Buff Oil 到底是怎么用呢 ？OK， 你可以用一桶水 splash 在你身上来用就好了，很简单。当然，如果你有浴缸的话，用这个是更好的 ，OK。MCO 期间很长都会在家里吃早餐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咖啡是不能缺的。那么 Cappuccino 我是比较喜欢，因为它比较香比较浓。这是我们是180 Arabica Coffee， 喜欢喝咖啡的人可以买来试一试。本身是很喜欢这个商品的包装，给，因为我觉得它很方便啦，很小个啦，就去哪里你就丢一瓶在口袋也好，去哪里放在一瓶就好，车放一瓶啊，门口放一瓶，办公室桌子放一瓶，哪里都放一瓶就好 ，OK。这东西反正它不会坏的，没有这么容易蒸发的，所以我就觉得买多一点啦，现在能够买就买了 ，OK。给这个 Rosemary 不是因为我名叫 Mary 我去买 Rosemary，OK，、okay? 是因为这个 Rosemary 是可以帮助头发方面 ，OK， 它对头发，很像头生长头发啊这些东西啊，就会买 rosemary 来 boost 我的头发 ，OK。So rosemary 它还有其他的功能 ，OK， 慢点我再跟你们分享。这个 tooth polish 呢，它是有 whitening 的，第一个这个 ，OK， 这个 whitening 的这个呢，你记得要干刷 ，OK， 干刷就是说。牙刷不要弄太湿，然后就直接刷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是不要放太多水 ，OK。然后你接下去你就是勤劳这样子刷 ，OK， 你就会看到有效果 ，OK。那么这一个蓝色就是有 fluoride 就比较辣的 ，OK。这个是茶树精油的味道 ，OK。我两个都很喜欢，OK。这一瓶东西我基本上如果我一个人用的话，一个月会用一瓶。OK， mouth rinse 也是有帮助，就是口腔的问题，还有ulcer的问题。OK，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很常ulcer的话，长一点用这个 mouth rinse， 真的是你会减少你的ulcer问题。OK，so 我的 Sun Valley 收到了哦。OK， 是说 Sun Valley 其实就是属于比较女人系列的一个洗澡水啊，洗手液啊，还有 lotion， OK。除了 Renew， 我们有 Sun Valley， All right。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Sweet Lavender， OK。喜欢 Lavender 的朋友， OK， 你们可以 try 一下这个。But anyway， 这个只是 Mother's Day Special， 所以你们可能已经是买不到了， OK。下次如果你们有看到任何 Sun Valley 哦，有这样子 special 的套装的话，记得要抢购，因为真的是只会有一次的机会买，然后很快就被抢光。OK， so alright， 你看这个 perfume 呢 ，OK， 它是新的一个味道，叫做 Bella Fiore。OK， 来我们来开一开 ，OK， 开箱啊，那就开来嗅一嗅 ，OK， 开盒嗅一嗅 ，OK， 来。它是50ml 啦，50ml 就是说你平时出门的话，你是可以带。这个瓶子很 high class 哦 ，OK， 这个瓶子很 high class， 送人是最好的。这个味道是淡淡的花香 ，OK， 那我自己本身还能够接受 ，OK， 所以这就是。我的开箱 ，OK， 希望你们会喜欢 ，All right。